灰日流流，乜嘢事都有。今日下午见到有个人推到刀去卖，咁啱我刚好要用刀，所以就问佢几多钱一把。佢讲跟我有缘分，佢个刀只需不卖。咁先我问佢点解，佢讲执田崩，红线沉，坏人你截灭，好人含烟得裂，佢就来收钱。咁样我又问佢几时收，要收几？灰日流流，乜嘢事都有。今日下午见到有个人推到刀去卖，咁啱我刚好要用刀，所以就问佢几多钱一把。佢讲跟我有缘分，佢个刀只需不卖。咁样我问佢点解，佢讲坏人你截灭，好人含烟得裂，佢就来收钱。咁样我又问佢几时收，要收几多钱？佢讲今年腊月十二元，明年就收十元，过得明年卯要钱。2019年2月，一位赊刀人出现在湖北省黄冈地区大别山脚下的一个村里。他说等到这个地方家家户户都在家中坐牢服刑，有门不能出，有路不让走的时候，他再来收钱。当时村里人都觉得很奇怪，但是一年多之后大家才明白过来。因为到了2020年疫情大爆发，1月份武汉封城，紧接着中国各地各省也都纷纷封省、封城、封村。2020年10月22日，中国河南省信阳市新县的城南出现了一位赊刀人。他说两把菜刀138元，当年不收钱，明年才收钱。有人解读说赊刀人的意思是指如果明年活着就给钱，如果人没了就没了。也有人解读说赊刀人的意思是指如果明年还活着，等着他来收钱的人都是积了大德的人。以往赊刀人的谶语时间跨度很大，往往都是长达数年甚至数十年，但是到2020年就很特别，直接指向了隔年，也就是2021年。2021年7月，河南特大暴雨水灾导致大批民众重大死伤。由于中共有意隐瞒真实死亡数据惨重，而巨大伤亡人数成谜，从这方面看确实是应验了2020年赊刀人留下的谶语。网友表述2021年7月24日那天早上，网友父亲在微信说今天碰到一个几十年没有见到的赊菜刀剪子的客人，说明年八月下雪再来收钱，不下雪不收钱。父亲还说这还是80年代初见过的，这次来只是不挑担子，骑在摩托车上吆喝了。网友的家乡在鄂北湖北大别山边缘，红安县和河南新县交界的地方。八月下雪意味着什么？那是三伏天啊，天气应该非常炎热才对。这句谶语似乎在警告中国人，2022年的天象依然很反常，灾祸更加严重。这些赊刀人近两年频繁重现在河南湖北交界处，其实就是告诫世人地球末后的真正大灾难、大淘汰很快要到来了，人人都要做出自己的选择，摆放自己未来的位置，只有提升道德，回归传统，回归对神的信仰，保持善念，才能走过劫难。赊刀人的出处，据说赊刀人最早出现在宋朝，那时赊刀人还不叫赊刀人，而叫做卜卖，因为他们跟卜卦算命的一样，有占卜和预知的能力。
清朝书籍上就有记载，解译赊刀人的所谓刀者，谐音道也，所以民间也有这种说法，说赊刀人是属于道家的。其自称鬼谷子门生传徒，精通奇门遁甲，能够占卜生死，以预知未来为己任。还有一个说法，赊刀人乃地球上的底层神仙变化所致，利于点醒民众，警告世人。赊刀人走街串巷，身上背着菜刀、剪刀、铁锅、农具等物品进行交易，没人知道他们从哪里来，更没有人知道他们要到哪里去。他们交易的方式非常特别。他们不是卖刀，而是只赊不卖。赊刀人会把自己的菜刀或农村常用的物品赊给人们，并在本上记下买主的姓名和住址，作为将来收钱的凭据。赊刀人不收一分钱，只留下一句让人琢磨不透的谶语，也就是预言，只要以后成为现实，就会上门收钱。他们留下的神秘谶语基本上是无所不包。从我们平常的衣食住行到未来的世道，什么都有，但因为这些赊刀人的预言准确率极高，他们所留下来的很多预言大多数都变成了现实，因此他们的言行后来都引起人们高度重视，